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世界体育报报道，拜仁都密切关注巴塞小将帕保路加韦。世界体育报表示，巴塞想要罗伯尼云道夫斯基，而拜仁都希望在巴塞阵中买到一些球员。除了法兰基迪庄之外，拜仁还都密切关注帕保路加韦的情况。目前帕保路加韦还未同巴塞续约。据闻，尽管帕保路加韦同巴塞的合同只剩下一年，但拜仁愿意支付5000万欧元的违约金。对主帅沙维来讲，帕保路加韦是无可争议的非卖品。除了拜仁外，利物浦同巴黎圣日门都想要帕保路加韦。世界体育报表示，巴塞优先考虑用曼菲斯迪比换来罗伯尼云道夫斯基，但不排除最终选择的人是帕保路加韦，如果球员续约不顺利的话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啦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